都是一同入宫的姐妹，凭什么皇上只宠你一人？哎，别误会，这都是因为我会养娃呀。在浮生养娃也能助你轻松晋升，先给宝贝打扮一下，换上亲子装就能出门啦。因为宝贝太可爱了，深得皇上喜爱。接下来知识和才艺也不能落下。爱妃教导有方，养娃也能轻松晋升的游戏，浮生为轻歌，与你缤纷一下。